瑞啊，你昨天陪爸爸剪头发了没？对。那爸爸剪头发的时候，爸爸哭了没？哭。爸爸可没哭啊，爸爸是不是可享受了？享受。对，享受。那你看，你头发是不是也有一点点长了？好久都没剪了。咱爸爸那天不是带你去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剪头发的地方了没？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方向盘可以玩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还有动画片可以看？那是不是还有好多好多的玩具？嗯，那你去不去？去。去捡吧。去。捡。嗯。那你就开着方向盘，然后看着动画片，手里拿着玩具，咱去把头发一剪，行不行？长了。对，长了。给瑞卡剪，行不行？剪。上次都带你去见识了，你都不剪。那这回你看，你也看爸爸剪，也陪爸爸剪了，你是不是已经学会了？你勇敢不？你是不是帅哥瑞卡？是。那头发一剪，会不会变帅？变帅。